好，老师，这个我们来玩，继续玩一玩有账号啊，这个叫飞，同意他的那个中秋名字了啊，对，黑雷神啊，还有红莲，我的天。元妃阿斯玛，全军马斯马。这个中秋限定的日向，你才不会玩。第一回合，没事。战斗开始。この程度。今のうちに。中堅ポ。ここだ。他这个号没有那个小的名字啊，要不然可以凑三个名字。我也没有这个中秋名字，要不然也能凑三个名字。哎呦，哎呀，什么鬼？换这边了，哇！他们那个还有草哎我真气掉头掉好哎我的他这镜子怎么过来的哎我操在这里被他那个镜子打趴下了红莲我也没玩不会玩哎呀怎么那我拿手的疾风凝视作为我杀手锏放在第二位一个破铜烂铁你以为能挡得住吗开玩笑哎呀太复杂了哎，为什么掉头这么慢？哎，这我好像也行。天手开灯，他怎么不会分身啊？玩两个分身，然后开大招碾压他。黑土啊，黑土地，站在黑土地上嘛。哦哟，那个叉叉，这样给隐身了。哎呦！来个一二技能，如何生长？没有办法，再来个绝！哎，你还不死？啪啪啪！再来一个锤子你！来吧，绝！捡起来大招啪啪啪啪啪己の不運を恨むなよ八卦64章勝負あり64